下来我们要跟小朋友们一起表演一首呢，对，昨天的圣诞节才刚过，不过今天还是非常有圣诞节的感觉啊，对吧、啊、所以我们要跟小朋友们一起表演一首圣诞歌，对，哎，小朋友小心哦，这是哪个公司的，好可爱， OK 吗？有吗？慢慢来。第二首歌一共有八个小朋友要跟我们一起表演，这首歌呢，因为圣诞节刚过，我相信现场的大小朋友应该也都会唱，就是 Jingle Bells， 希望你们等会都可以开口和我们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好、啊、早上大家都没有吃饱吗？好不好？Thank you.